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这天原本要去香川县游玩的，想不到竟然下起了狂风暴雨，所有的行程只能临时修改了。我想这就是旅行有趣的地方吧，呵呵。冈山城，狗狗的第三座城。哇！哇！嗨！哦！爱车的小朋友不要错过啊！哦！太美了吧！好酷哦！嗯，妈妈竟然要挑战用飞的哎！今天来到香川县的中野乌龙面学校，距离昌夫开车需要花50分钟的时间，也是今天唯一一个没有跟动的室内景点。这边是可以自己动手做乌龙面，然后现场就可以煮来吃的地方，不过建议要先提前预约哦，因为我们是单独报名的，所以上课老师只会用全日文的方式，我们就只好看着同学怎么做，就一起跟着做啦。不过步骤其实都很简单，并不会太困难，整堂课上完到煮面结束时间大约会花费40到50分钟，非常推荐大家来体验哟。拉面以前前面有说，嗯，好酷哦，嗯，好吃耶。你也是乌龙面师傅耶，很 Q 耶。对啊，超 Q 弹啊，我觉得蛮值得来的，因为我觉得过程老师都好欢乐哦，他们好像在办 party 一样。大家都超开心的，时间过得很快啊。没错，我果果自己做的面面，哦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我要吃的是这个，这上面会加这个很多奇怪的糖果，耶！干嘛？你吃那个球球还是什么？球球，它是硬的。是软的吗？我好久不见了，还以为想买一包来吃，吃球球。咬就这个。一颗都有一点像是那个玉米片的那个球球的版本。来这边不只可以吃乌龙面，还可以吃冰。果果很喜欢吃那个糖啊，它没有到很甜，它就淡淡的味道而已。它吃的满个整个脸都是。哇！你在做什么？拿这个是什么？你在用的是？因为下雨，所以我们改成购物行程。好棒哦！看来你也蛮享受购物行程的。这个我在台湾，我看人家在代购800块900。那这里呢？这里算下来400多。蛮起来。这个我咋想？这个才400多日币，日币400多哎。这可以画画的，我也想要保证给果果。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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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去鹅岛的预算，把去其他点的预算换来这边吧。我原本以为只有果果会在面包超人这一区被缠住，结果他现在也被面包超人缠住了。没有，小朋友喜欢什么，妈妈就会喜欢什么。我就觉得他看到一定很开心啊，而且又可以学习寓教于乐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，要用他喜欢的角色去带他学习。好，那买起来吧。现在他又看到一区汪汪队的，他把面包超人放下了，拿起汪汪队。汪汪队也在教 ARO。面包超人是否会被冷落呢？没有，他又拿起来了。看来最终还是选择了面包超人。决定好了吗？什么就先这样好了。这个日本的绘本太强了，意图使人购买。太太现在已经完全卡住了，离不开了。我们现在才刚进来百货第一站，就是这个书店，太太就已经花了4000多块的日币了，购买力非常强。而且他刚才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
我刚才说好了好了，买这样就好。然后他跟我说，好了好了，先买这样了，反正等一下回来还会路过这里。太太买了这个，这一趟奇怪，明明就不是在九州，怎么会到处都是买这个东西呢？自助式的付款非常的方便，还会在录影哦，不要做坏事哦，妈妈，做好买三包，不要买六包啦，啊。惨了惨了惨了！妈妈要发现什么了？海亮的同学，怎么办？可是姑姑没起来，我就不来了。哎，这个好可爱。那我们再逛一逛，等他起来再决定怎么样。900块，哎，还行哎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让你凉水。哦，好冰哦。好烫。哦。很热。哦，你要买这个吗？好了，来到太太这次再说来日本一定要逛无印，因为她觉得日本的无印折扣下来实在太无印，决定在无印要来 all in。结果我们逛着逛着，天气就变好了。我们已经逛了差不多了，可是姑姑还在睡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又跑来麦当劳点了。昨天点完餐才发现，哎，有特殊新的东西耶！因为冈山这附近的桃子很有名，他们有出这个桃子算汽水吧，然后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夹心的派，妈妈说看了很厉害。刚刚喝了一口，这个是冰沙，还蛮好喝的，不会到太甜，清凉解暑的。嗯，好喝吧？嗯，我觉得日本限定的东西都超好吃，超很浓的桃子味，不是那种。好像加色素啊，对对对对，没有很化学的那种感觉。太太再来要吃派啦，看起来外包装是巧克力，但内馅是什么不知道。而且这也是他们限定。嗯嗯，小心看啊。我们其实去日本很喜欢吃麦当劳的一些当地如果有特殊品项，就去吃。就有点像奶油，那个红豆饼里面的奶油。啊，哎呦。感觉蛮厉害的，推荐给大家。来，走走走，好，还没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是什么？我想要打开，这是面包超人，这也是面包超人，这个是可以画画的。然后这个是他在讲皮卡丘。交朋友的故事，你最喜欢的是谁？耿鬼。咦，我是。我们还帮你找到了这个 ，OK 吧？有一耳哦。咦，然后妈妈也帮你买了娃娃，这是什么？耶！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你看吧。刺猬啦，这是刺猬。来，各位。妈妈说这样是刺猬，来，这样是刺猬，但我说这样子是狮子，吐舌头，你像吗？哪里像？你有开心吗？那你会笑眯眯吗？嗯。妈妈，你看爸爸的新玩具。哎，你看哥哥，你看皮包超人呢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间什么？福卡店。感觉吃乌龙面，没错。虽然今天中午已经吃过乌龙面了，但是姑姑还是说她想吃乌龙面，所以又吃了。刚刚都说想要吃面，没错。你想吃什么？面面。那我们刚才看的菜单，感觉蛮厉害的哦。嗯，我们来吃看别人做的跟我们自己做什么。好，我们来比较看看。面面，好吃。嗯。炸虾怎么样？超好吃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！我们是吃专业的。哎呦，他们都会加姜。嗯。可是我觉得整个味道很好吃。真的哦。每个就是整个体味。这间其实算是这边的连锁店，很多地方都有。调味啊，调酱，我觉得都刚刚好。哦。这面也很好吃。好。日本的乌龙面或是拉面啊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狐狸乌龙面，这家的做超好吃，又很 Q， 而且很厚，这个超厚的。只要有豆皮，我一定会点我豆皮。我觉得是
真的哦，那你会学爸爸怎么吃吗？太太刚刚吃了他们的炸虾，觉得太好吃，所以我点了一份天妇罗。太太是我认识的时候问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我不喜欢吃天妇罗。”给我现在，我觉得天妇罗好好吃啊。太太每次都这样，他在认识我之前都说：“那个很难吃，我不喜欢。”然后吃到就，怎么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样？金爵士，那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的，没有啦，真的啦，这间好吃吗？嗯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哦。这太烫了，但是它有铁砂掌、芦巴糖。对，我要喝一点点。好，那你装一个可爱给我看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我们逛完街回来了。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有去做乌龙面，自己手做乌龙面。哦，是哥哥做的哟。对，哥哥做的。但是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比较没有拍照跟拍，有一些些啦。然后做完之后就可以拿到这个结业证书，它的结业证书很酷，它上面这个是擀面棍，你说它可以抽出来变擀面棍。对，然后这个呢，它就是这个有结业证书。然后这个好像是那个那时候他们的古地图。然后后面就是有教你如何做乌龙面，我觉得是一个蛮酷、蛮特别的体验的。去完回去可以开店了。对，没错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